师兄是我们全国太极拳推手的六届冠军，现在呢是作为我们专职的洪派太极教练，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。下面有请我们洪派的四代弟子张千秋给大家带来洪派二路。张千秋连续2015年、2016年两次获得全国太极拳公开赛的全能冠军。
好，下面给我们带来表演的，我们要隆重推出一下，是我们四代弟子的一位骄傲。那么今年的春晚大家肯定都看了，上面有一个太极拳的节目叫《中国骄傲》。那么我们洪派弟子有一位非常有幸参加了本届春晚的表演，那么我们有请刘德文，他也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入选了中国国家集训队，那么在今年四月份还要代表山东省参加我们的十四届全运会。好，有请给大家带来自选太极表演。时间的关系，